一个是重建，一个是维，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保护一些古老的房子嘛，还有古迹保，我们叫保育吧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维修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在维这方面的维修，就是这些房间老了，我们就是做一些维修。对对，就是，但是你们的维修的方面是怎么样做？因为香港就是很小人说只是话的，维修这方面是没有人。是古迹还是？不是，这普通的房子，这是普通的房子，不是古迹。就是跟进整件维护的部分。哪里啊？就像现在市政府会提很多补助电梯啊，或者是结构补墙啊这种奖励的措施。因为我们就是很奇怪，我们政府就是啊，我们要结构保墙嘛，但是他说每一个保墙之前，你要做一个调查都要找就是structural engineering， 就是结构工程师来花几十万块钱港币做一下报告之后才做，之后这结果就变成了全国城市的人又付很贵的钱做这些报告，之后做完了报告才可以就是做这个维修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哇太贵了，这个报告不是维修太贵，是报告太贵，所以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是什么情况。